少女时代润儿可为两年旋风访台，专程为个人代言的服饰品牌站台，吸引超过1500名粉丝挤爆现场，只为了一睹偶像风采。润儿的超强吸睛力，甚至还出动了警察维持秩序，可见小鹿女神的超高人气。可为台湾许久的润儿甜美先生，一袭条纹上衣搭配利落窄裙，展现优雅的气质。润儿也超有诚意，全程用中文问候粉丝。对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H Connect 代言人敏儿。你们等了好久了吧？今天见到你们，我也很开心，谢谢你们的支持。台湾 SOHO 的热情也让他真的超感动，现场不断欢呼跟呐喊，就是为了要迎接这位超美女神的降临。好开心朋友，我也我也爱你们。听见粉丝们的想念，润儿也开心的用中文回应大家。看来先前在中国拍戏，中文程度真的进步神速哦。身为称职又美丽的代言人，来台示范韩国最流行的穿搭，不但为概念旗舰店开幕剪彩，特别留下自己的签名，还亲切的一一为幸运粉丝签名。他也提到很开心能为服装品牌代言。네요이렇게 H 커넥트 모델이되었는데요제가모델이된만큼 H 커넥트도많은사랑을받을수있었으면좋겠습니다많이사랑해주세요现场也分享了自己的时尚穿搭小秘诀，看来秋冬想要穿的跟润儿一样漂亮又时尚，围巾和丝巾的搭配可是千万不能少呢。우선가을겨울에제가가장좋아하는아이템은아무래도머플러나목도리라인인것같아요그래서따뜻하기도하고또스타일링을예쁘게꾸밀수있는아이템이되는것같아서많은분들이이번겨울에도잘不过女神其实不管穿什么都好看，SOHO们的心声还是希望能多多来台湾会粉丝就好。这次可为了两年再度访台，看到现场这么多粉丝到场支持，不知道润儿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呢？네오래기다리셨다고들었는데요이렇게와주셔서너무감사하고요我期待下一次的相见。小鹿甜美模样萌翻全场，不但越来越漂亮，几个简单的 pose 就让现场的闪光灯闪个不停。看看润儿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是不是光看就觉得好像恋爱了呢？润儿的超强电力让台中店外挤爆上千粉丝，想要一睹偶像风采，而贴心的润儿也不忘透过落地窗反拍粉丝，可爱暖心的举动让粉丝陷入疯狂。麻烦所有需要辅导的媒体朋友，预计在六月。不过润儿这次只有短短公开现身10分钟，真的让大家看得不过瘾，希望下次能尽快和少女时代一起带着新作品和广大的SOHO们见面咯。